阿成今天特别带我们来的这个地方，其实是素食小夜市，是由一群热爱健康无肉饮食的美食摊商所组成，经常在北中南各地巡回贩卖各种你意想不到的素食餐点。一开始我们听到素食还担心会门可罗雀，结果一到现场，每摊竟然都门庭若市，爱好素食的人口不容小觑啊。没有看到哦，你看这个市集是不是很热闹？很酷哎，对啊，每一摊都是人，然后每一摊都是素食，对，没有肉。他们是不定时会在北中南各地，然后来去举办这样子，都是假日的。你看，你看，人已经排那么满了，有人在排队哦。对啊，你看，哎 ，Hello， 嗨，大家好，哇，好笑，好笑。然后你们都来吃什么的？你们都来吃什么的？肉眼，肉眼有没有看到？羊肉眼，羊肉眼。但内行的因为很熟了，老板很熟了，我们绕后面内行的地方了。啊，老板娘，嘿，老板娘，你看，你看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看，快点看，哇塞！哎，它这个方法不一样，是有点油泡的吗？对对对，它是先用橄榄油。哦，对，高级的橄榄，高级，你用橄榄油弄不饱完，哇，这高级嘞！而且你看哦，它除了先用低温油下去泡，你看这个哇，煎起来哇，是恰恰的感觉，恰恰恰恰嘞，它外酥内软的那种感觉，你看旁边那个有个焦焦，一颗一颗起来，对对对对，好漂亮，有没有？照坏了，照坏了，看到有没有想要吃的？有啦，有的，还那么勉强。老板娘，你们里面包的是什么东西？我们包金猪肉，就是来自于。对，新猪肉，我待会跟你讲，你们先吃下去之后，你们就知道这个新品种的。对，虽然它是无肉，我就跟你说了嘛，像极了爱情，你吃起来像霸王，但它又不是真正的霸王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是不是蛮好吃的？对，是不是？它的皮有的拼，有的拼哦。那再吃它的内馅。我们刚才老板娘有说了，它是用新猪肉。新猪肉。对，我稍微跟大家讲一下什么叫新猪肉。它其实是一种植物肉，它实际在10年前就有，可是它是近一两年才被大家来广为推广的。嗯，对。然后它是用什么？它是用豌豆、大豆，然后还有那个冬菇跟米下去做成很像新猪肉的，它肉起来完全不像素食的。好香哦！挑战你的味蕾，怎么样？它皮很 Q 的嘞。对啊。哇，这修修改如何？哇！很像猪肉，它皮怎么那么好吃啊？对啊，那么好吃，可以吧？可以啊，很可以，对不对？可以耶，是不是？刚才在那里嫌弃了你，而且它虽然不是高温油炸的，它就是用两种方式去煎，它其实吃起来就是很像高温油炸那种口感，对，然后外皮很酥，内馅很软，没错，是的。旁边的那个朵拿，就是我讲的那个朵，哦，这口最好吃，很厉害，恰恰恰。那个真的是要去 IG 搜寻，没错，没错，无名肉圆嘛，无名肉圆，嗯，善良，善良肉圆，对不对？哎，你把底皮打烂再，不要吧，替老板娘打，替老板娘打，善良肉圆，故意的，故意的，好，对对对，好，快点，不要惹我们了，对对。这款善良霸王案采用的是先低温油泡的方式，再加上煎酥外皮的料理步骤，这样的好处是含油量较少，还能保持酥脆口感。不过还是有一个重点，那就是粉浆的调配比例要调对，才能煎得好吃。今天的霸王特辑真的很成功，熟门熟路的阿成又端上泰式奶茶来庆功，干杯！哇！泰式奶茶哦，淡淡，干杯！哎，你在干杯？哎，不叫我干杯，这么这么开心哦？对啊，一连喝啤酒是？你们说干杯？哎，你看有时候做节目都随便讲讲，我都当真了，不好意思，真的，好开心，来来来，说一下你喝起来什么感觉？其实还可以啦，我就不如啊，没有啦，我刚喝下去，其实我觉得蛮那个茶香蛮浓厚的，对对。
然后它上面有一层那个泡沫，感觉有点对奶泡的感觉。对，植物奶、啊。对对对，是是是是是。你看，是不是有点像豆类的味道、啊？对，它是植物奶，所以你看有奶香啊。对对对，所以你看哦，我们吃个霸王，然后再喝一杯这个特产，你看又消暑又解腻，哇，哎、欸，这世界很棒哎、欸。看，那你觉得你这样整天吃下来，你觉得到底哪一个比较好吃？其实我觉得。各有各的好处了，等于说台湾真的是一个宝岛，你在北部能够吃到炸的辣霸丸，在南部你又可以吃到真的霸丸，你台湾绕一圈，你什么口味都可以吃得到，所以你半天内就可以都吃得到、啊，是是是，对不对？而且又可以来品尝素食肉圆，颠覆我的想象。所以其实我觉得炸的或真的，其实大家都可以来品尝。真的。